在手上有手工饼干要送给大家，一路走来都会发给大家。大家可以把他们的福气运气一起带回家哦。来，一路走来，大家都可以去领取。这就是小倩跟舒婷给大家的祝福。像海洋拥抱了夜天，还没有拿到饼干的可以去给他们拿哟。爱的同心圆，请你靠近我之间，这是他们特别特制给大家的哦。